随着选举越来越近 ，Joe Biden 的民调创下了史上新低，好像我们每个礼拜都在报他民调又创新低了。在千人的民调里面，支持他的人只剩73.6%，里面值得看到的一个数字是30岁以下的民主党人反对拜登再度参选的比例是97.3%。这些人全部都是民主党的，但是很显然已经跑票了。这是个好事吗？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他们都开始有尝试了吗？ Joe Biden 被民主党唾弃到底代表了什么东西？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民主党跟左派就是双面人，不过这次他们更过分了，他们支持暴动、骚扰甚至暗杀法官都可行，对不对？这个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了，对他们来说这是爱国的象征。不只是这个样子，他们这次还发布了悬赏奖金给那些骚扰法官的人。还有我们的军队既然有美国的军人公开的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交平台说我无法效忠美国了，这代表了什么？我们国家未来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我是 Ethan， 欢迎收看今天的 AI News。美国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因为建国国父知道民主最终就会促成民粹暴政，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政府会有三权分立，国会立定法律，总统执行法律，还有最高法院监察法律是否合乎宪法。国会的民意代表代表着人民的诉求，总统设立政府机构来完成这些诉求，最高法院是唯一的一个机关不被民主控制的，这是要避免民粹发生的机制，也是一个共和制政府里面最重要的一环。最高法院不用看民意，不用在乎选票，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检查法律的合法性。 Fox News 的 Peter Ducey 再度问到了白宫发言人 Karine Jean-Pierre， 有一堆抗议人士在某位大法官跟家人一起吃饭的地方抗议。在讨论之前，我们先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大概5个礼拜前才有人试图去暗杀一位大法官跟他们的家人，然后白宫既然支持这个样子的行动，说这是合法的、合理的，peaceful protest。所以任何一个左派人士在说他爱国、爱制度、爱宪法，你都可以完全忽略他们，因为他们最不在乎的就是制度跟法律。我们一直都没有报道1月6号的听证会内容，因为每个人都在说自己是爱国的、爱宪法的，但是全部都是左派。我个人我也不支持1月6号发生的事情，我也觉得冲进国会的人就应该被抓起来，就算他们是共和党、保守派、川普支持者，因为我认为法律跟制度是重要的。我反对人犯法，骚扰立法委员，骚扰人就是不对。但是以下是白宫发言人说，骚扰政治人物只因为你跟他们的这个意见不同、政治方向不同是非常好的事，是应该值得被鼓励的事，你应该要可以骚扰法官、跟踪法官。 By the way， 我再强调一次，最高法院的用途就是要避免民粹，不要被民主牵着鼻子走的机制，但是这些人完全不在乎，而且公开的建议大众违法。Peaceful protest, people should be allowed to be able to do that. In a restaurant. If it's outside of a restaurant, if it's peaceful, for sure. Really? Peaceful protest. Your first question to me was intimidation. So these justices, because protesters do not agree with an opinion that they signed on to, have no right to privacy, is what you're saying. But Peter, this is...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this is what a democracy is.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privacy? Of course people have a right to privacy, but people also have a right to be able to protest peacefully. 这个是左派做事的方式，而且也是我个人认为最不好的一件事。这会是你要住的国家吗？任何发生的事情，我们只要不爽就可以去骚扰。任何政治人物做的事情，我们不满意，我们就可以去他家，去他吃饭的地方包围起来抗议。表示没有人的家是安全的，包括你，包括我。刚刚这个 Karine Jean-Pierre 说的东西，我只要不同意，我就可以去他家，在他家门口抗议。这个样子就会变得跟台湾的黑道一样，有人抗议就派黑道去你家门口站着，他们也没做什么事啊，和平抗议啊，言论自由啊。
对于民主党来说，这是很棒的。骚扰人只因为你跟他的政治立场不同，是被允许的，因为这代表了热情、执着。他们认为他们的暴力行为不是问题，他们不是在犯法，只是因为他们太纯洁了 ，too pure。他们或许有点超过，但是他们思想是好的啊。就算他们毁灭了秩序，毁了那些人的人生，但是有些事情是必要的啊。不用听我的，听我的交通部长 Pete Buttigieg， 这个左派邪教的神职人员，这个人品学兼优，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来讲抗议游行跟恶意骚扰到底是什么不同。以下是交通部长，他唯一会做交通部长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个同性恋，所以他很重要。他任职以来除了请的3个月的产假以外，什么事都没做。这个影片是他解释恶意骚扰其实是一个非常好而且非常高尚的行为。 Are you comfortable with protesters protesting when you and your husband go to dinner at a restaurant? Protesting peacefully outside in a public space? Sure. Look, I can't even tell you the number of spaces, venues, and scenarios where I've been protested. And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Any public figure should always, always be free from violence, intimidation, and harassment, but should never be free from criticism or people exercising their First Amendment rights. 对，但是问题是，你们左派就是提倡的说，语言就是暴力啊。你在推特上如果说了左派不喜欢的话，就是暴力啦，他们就可以出动网军让你的公司开除你，他们可以攻击你，然后如果你拿着枪去暗杀最高法院的法官，就只是热情的执着的言论自由。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讨好左派跟允许人当神经病，而且制造更多的神经病。但是那些人在他们的政治目的下面就不是神经病了，而是热情的、执着的、为了未来着想的、爱地球的热血青年。他们鼓动暴力，支持犯罪。那些人是他们达到所有政治目的、铲除所有保守派的帮手。不只是这个样子，他们还会付钱给发动暴动的人，把所有的左派神经病全部都当成奖金猎人，来去攻击保守派。有一个组织叫做 Shut Down DC， 这个组织就是派人去最高法院法官的家门口抗议的那个组织，现在发出了悬赏奖金，只要你看到大法官在外面吃饭，在外面做事，他们就会付钱给你。上面写着 DC 服务业的劳工们，如果你看到 Kavanaugh、Alito、Thomas、Gorsuch、Tony Barrett 或者是 Roberts， 请私讯地点给我们，只要确认不及，我们就会用转账软体 Venmo 转给你50块美金。如果30分钟之后他们还在那个地方的话，我们就会转给你200块美金。这个就是极权主义的做法，他们要的就是人民失控的彼此攻击，他们要的就是我们的国家大乱。我们无法让左派满意，无法让左派开心，他们永远都会是一群可悲的、自欺欺人的、懦弱的孬种，最后他们连自己都会吞噬。现在他们想吞噬的对象就是2年前他们最爱的总统，是 MSNBC 上面说的林肯纪念碑前面的2排火柱，就像 Joe Biden 的双手拥抱着美国一样的那个老人痴呆。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的报道，各位要知道美国有多左，这个报社就有多左的一个报社。79岁的拜登正在挑战年龄限制跟总统职位的底线。这个报道里面他说拜登不够威严，不够直率，他讲话不够生气，不够有魄力，好像演出的是个半吊子的怒火。简单说就是左派现在也发现他太老了，就算绝大多数的正常人在选举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这个人已经太老了，但是现在更是藏不住了。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周末最搞笑的影片就是他很明显在读读稿机，就连读稿机上面的这个指示他都读出来。Power.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who registered to vote and cast a ballot is consistently higher than the percentage of the men who do so. End of quote. Repeat the line.Who typed a question mark on the teleprompter? For the last time, anything you put on that prompter, Burgundy will read. Women are not without electoral and or political, or maybe precise, not and or political power. Do you even know what you just said? Oh, great Odin's raven. 然后所有媒体都跑出来说，没有，他不是说 repeat the line， 他是说 let me repeat the line， 是吗？
是他讲的有问题，还是你耳朵有问题？不只是这样，现在很多左派媒体都已经开始跳船了，因为他们认为 Joe Biden 不够生气，他们认为这个左派的总统应该要更有力一点，应该要跟 Pete Buttigieg 一样，说人民应该要可以去骚扰法官，或是跟白宫发言人说的一样，要起来去抗议。反正只要左派做的事情都会被合理化。如果这个总统没有说这些，就表示他太老了，没有力气了，应该要下台了。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刚刚《纽约时报》这个报道，上面说以拜登的年纪，他可以做到这个样子，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但是跟之前相比，已经差太多了。这一系列的行程已经超过了一位97岁的人可以接受的程度。虽然他坚持要选第二任，但是随着他的年龄越高，对于他还有他的团队、他的幕僚都是一个庞大的压力。上面还说，他走路的时候会 shuffle， 就是那种踏空之类的啊，他的团队随时都要看着他，生怕因为他踩到了电线而摔倒。在公开演讲的时候，他话都说不清楚。或许他不是带领美国进步的最好人选。这个是左派的报纸哦，你看到这里，甚至会觉得说拜登很可怜。他是美国史上大概除了小罗斯福跟甘乃迪以外，为了左派还有共产主义做最多事情的，但是因为他没办法完全摧毁美国，还有美国的最高法院，所以现在他被他自己的阵营唾弃。纽约时报还有 CNN 都开始说这个总统不行了。但是各位不要以为他们是良心发现了，或者是突然可以正常思考了，而是他们把所有失败的政策，就是所有的政策，全部丢在拜登身上。他们想要丢包，不想要负责，要一个新的面孔来继续往新世界秩序还有全球共产主义前进。左派其中选举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利用堕胎这个议题，他们想要杀婴儿，他们想要合法的杀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道，是在说一位母亲开在 carpool lane， 因为他说在法律上婴儿也是人啊，所以他就可以开 carpool 啊。A pregnant woman fighting a ticket, along with a much bigger battle, after she got pulled over by police for riding solo in the HOV lane. I can see the signs. It says HOV, parentheses, two. The HOV lane requires drivers to have at least one passenger in their cars when they use the lane. But at 34 weeks pregnant, Brandy Batone had an answer for the officer. He starts peeking around. He's like, is it just you? And I said, no, there's two of us. And he's like, well, where's the other person? And I went right here. After the U.S. Supreme Court overturned Roe v. Wade on June 24th, Batone said if an unborn child is considered a living person, she had every right to be there. I said, well, not trying to throw a political mix here, but with everything going on, this counts as a baby. Although the penal code in Texas recognizes a fetus as a person, it appears there's no language in the state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s code that recognizes a fetus as a person or a passenger. 对，在美国有一个很奇怪的法律，高速公路上的最内线有一个叫做 carpool lane， 或者叫做 HOV lane， 就是快速车道。这个是一条只有两个人以上才可以驾驶的一条道路，目的是要大家节能减碳，鼓励大家不要一人开一台车，最好一堆人坐一台。报道上面说，因为 Roe v. Wade 被推翻了，所以照道理说，孕妇的肚子里的小孩就算是一个人啦、啊。哈，你们这些保守派自食恶果了吧？你们以为小孩也是人？那么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孕妇应该也可以开 carpool lane 吧？carpool lane 一直以来都是左派创造出来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人想要支持，而且这个想法是很蠢的，而且没有任何节能减碳的用处，除了让交通更糟糕，而且让行车更复杂，没有任何的作用。我本来就不支持 carpool lane， 也不支持 HOV 那种新加坡跟上海一样的那种付费通道。我们不是已经付税了吗？每年不是都有交通预算吗？不是一年比一年的高吗？为什么你拿我们的钱盖高速公路，还要我们付费才可以使用？为什么你还要有 carpool lane 这种规定？而且绝大多数在塞车的时候， carpool lane 也在塞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想法，彻底废除 carpool lane。我认为怀孕的女人应该要可以在高速公路上面使用任何的道路。我认为女人就算没有怀孕，也应该可以使用 carpool lane。我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有 carpool lane。
我认为最有效的使用高速公路方法，最节能减碳的方法，就是让所有的线道都可以被正常使用。这个就是左派完全不了解我们的地方，跟那个当时好像是 Eric Swalwell， 就是专业中国间谍陪睡的这个议员说的一样，他说如果你认为肚子里的婴儿是个人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立法让那些随便跟女人上床让女人怀孕的男人在怀孕初期就开始负担女人的经济责任。我们一听就觉得啊，对啊，好棒的法案哦，我要怎么帮忙，我要去哪里签名？我们要建立家庭，我们要让男人有责任，我们不要让男人女人有了小孩之后可以随便分开然后弃养。我完全支持这个支持婚姻的制度的法案。我还看到一位左派的朋友在 Facebook 上面说，如果你认为肚子里的孩子是人的话，那我们就应该立法让肚子里的孩子可以当 dependent 啊，就是你每年付税的时候可以少付一点那样子。这太好了吧，对不对？不但你要承认小孩是人，还要帮我减税，这太完美了吧。这就是只要方向是对的，他们就会丢出来一堆以为是要来跟我们呛虾，然后说我们是伪君子，但是其实我们都赞同而且双手赞成的法案。他们完全不了解我们，但是我们完全了解他们。他们认为保守派憎恨女人，然后我们其实也讨厌小孩，我们想要的就是控制女人还有女人的身体，但是这跟我们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我们爱女人，我们爱小孩，我们珍惜生命，我们爱家庭，我们不相信政府。所以他们现在提出还有做出来的东西都只会打脸自己而已。就像其中一个爆红的影片，一位觉醒的自由派的美国女军人，因为 Roe v. Wade 的判决关系，开始怀疑自己对于美国是否应该继续效忠。It happened. I woke up from a nap to this. On deployment, I woke up from a nap to this news. America is waking up to this news. I just extended my contract to continue serving this country a week ago. How am I supposed to swear to suppor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and a country that treats its women like second-class citizens? How am I supposed to do that? How am I supposed to do that with pride? How am I supposed to do that with love and honor? How am I supposed to wake up every day and put on a freaking uniform that says United States Army when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even give a rat's ass about me? 那你就辞退啊，没人逼你继续当兵啊。这个女的在威胁离职吗？我要怎么继续当兵？我这个自由派觉醒的女人怎么继续保护美国啊？那你就不要当兵啊，谁逼着你当兵？这是威胁还是承诺啊？不要用天堂来威胁像我这样的基督徒，没有用，我爱天堂，滚！美军不应该用你这种不爱国然后想要杀小孩的神经病。当一个军人对于自己保护的国家开始产生疑问的时候，就是应该被开除。这个最搞笑的地方是他在把想要叛国这个想法放到抖音上面，一个中国共产党创造出来的间谍 APP， 你快滚吧。如果一个军人有了叛国的想法，不管是不是为了杀小孩，还在中共的 APP 上面发表文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还有资格待在美军里面。照道理说他应该要接受军事法庭审判，他至少应该要被开除，而且废除所有当军人的 benefit， 而且去一个他想要去的地方，跟古爱玲一样，他想加入共产党的话就去一个共产国家，美国不需要这个样子的人。保守派一直以来都不支持女人在军队里面担任战斗的职位。我们不反对女人从军，但是觉得女人不应该在一个战斗的职位，因为会变得很乱，对一个国家并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军队原本就不是为了个人人权而存在的，军队是为了要保护国家的。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是要抵制个人欲望来为国家牺牲。所以这些左派说要威胁离开军队，我觉得很棒啊，
就跟刚刚提到的 carpool lane 的东西一样，他们以为我们会很生气，会很愤怒，会起来要跟他们一起抵抗或什么之类的。不会，这就是我们要的，这就是我们希望的。跟这个比起来，有一位退休的三星上将 three star general 叫做 Gary Velasquez， 他回应了 Joe Biden 的老婆 Jill Biden、他被停职了，只因为他回 Joe Biden 的推特，而且也没有说什么跟他吵架，也没有说什么之类的。 Joe Biden 说，快要50年了，女人可以为了自己的身体而做决定，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权利被偷走了，虽然我们会被这个不正义感到难过，但是我们不会闭嘴，我们不会看着这个进步被夺取而坐视不管。所以这是总统夫人在那边碎碎念说，这个美国女人以后不能杀这么多小孩了，还是可以杀小孩哦，只是不能杀这么多了。然后这个三星上将只是回 Glad to see you finally know what a woman is， 真开心你终于知道什么是女人了。因为左派一直在说保守派的人闭嘴，你们根本不懂女人，而且你问他们的话，他们也没办法回答你什么是女人，因为现在变性人的议题关系。现在 Roe v. Wade 被推翻了，他们就突然全部知道什么是女人了。这个军官把他留言内容删除了，但是还是被军队停职了，因为他开了一个小玩笑。同一时间，这个女兵可以在中共的间谍社交媒体上面说，我无法对美国效忠，但是那样子的女人，这样子的叛国罪的女人，还可以继续待在我们的军队，这里有任何的逻辑吗？这就是现在的社会价值观，有两套完全不同的法律，一个给自由派，一个给保守派。如果我今天开始出去乱打人，偷 Nike 的鞋子，然后对警察丢汽油弹，我会马上被关起来，而且关很久。但是BOM 做同样的事情，我们的副总统会保释他们出来，让他们继续犯罪。左派只有无止境的敌人，无止境的抗争，如果没有敌人的话，他们就会自我吞噬，自我毁灭，而且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民主。建国国父 John Adams 说，民主从来不长久，很快就开始自暴自弃，最终自我毁灭，从来就没有民主制度没有自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的是一个法治的共和国，这就是为什么民主最终绝对都不代表自由，民主最后一定会自我毁灭，完全的民主只会促成暴政跟独裁。这也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从来就没有提倡过民主这个制度，因为圣经知道只有神的律法才能带来自由，任何政府的制度没有法治管理都会带来压迫，而圣经就是我们应该要来建造政府的方式。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Ethan， 更多美国情报请持续关注 AI News。